老师，各位小朋友早安。今天玉米老师来教你们做一个东西，猜猜看是什么呢？叮咚，答对了，就是西瓜冰棒。首先我们要准备西瓜半颗，还有什么呢？果汁机一台，刀子一支，还有冰棒棍，还有冰棒盒，电炉也可以哦。各位小朋友，做西瓜冰棒之前记得要先洗手哦，我们跟着巧虎一起来洗手。洗手了，内外夹攻大力腕，搓搓七字诀，跟我一起做。内，手心向内搓一搓，一二三四五。外，双手手背搓。手指交错洗指缝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弓，手指弓起放手心，转转搓搓搓，转转搓搓搓，大，虎口包住大拇指，转转搓搓搓，转转搓搓搓，立，立起指尖放手心。Okay.
冷冻库咯，完成。最后记得